州选民请签名联署一起推翻2014年通过的47号提案。你可以在这个地址签名，10601 South De Anza Boulevard 107房间 Cupertino CA 95014。让我们结束偷窃抢劫$950以下只算轻罪，而不关牢所造成的乱象。请在 n47.com 要求请愿表格签名。2024年4月30日截止，需要55万签名才能上11月选票公投。